好 part C 啦 ，FC 三第三個 algorithm 啦，去揾嗰個 missing number。我哋重温一下啦，由 S 開始 ，S 加一 ，S 加二，去到 S 加 n 減一。咁題目俾個例子就係 S 由五開始嘅，咁啊總共有十個 number， 題目俾咧 n 咧就係十咧呢個例子。咁啊睇翻啦 ，FC 三啦，咁啊同 FC 一二都幾唔同下嘅。咁 FC 一二咧就逐個逐個 number 去 search， 逐個 array 嘅 element 咧逐加去抄。咁但係 FC 三呢度咧就係做加數喎，譬如第三行叫 for i loop， 咁呢度咧就 temp 等於 temp 加 i 咧就 s 去到 s 加 n 減一，即係將呢啲 number 咧全部加曬落個 temp 一個嘅 variable 入邊。咁另外有呢個第六行至到第七行嘅 for i loop 另一個 i loop 啦，零至到 n 減二。咁啊，加啲乜嘢落去個sum嘅 variable 入邊咧？就係 AI 啦，即係 A 嘅 array 入邊咧嗰啲嘅 number。咁啊，加埋呢個總和咧，咁應該就會細過個 temp 嘅喎，係咪？我睇到咧，稍作解釋啦。嗱，依度咧就 S 嗰度咧，即係第一個 for loop 就加落個 temp 嗰個 variable 嗰度。第二個 for loop 咧，即係第六行嗰個咧，就加落個 sum 嗰度。咁啊，上邊咧，因為依度少咗個 number 嘅嘛 ，AI 依度。咁呢個 sum 一定係細過 temp， 所以最後尾第八行咧 ，output temp 減 sum 咧。就可以減翻出嚟咧，就會知道咧個 missing number 係乜嘢，因為依度咧係少咗個，所以咧加出嚟嘅 sum 咧會細一啲。咁所以咧 part one 就佢話咧第八行個 temp 嘅 variable 究竟係咩意思咧？咁其實 temp 咧就喺第二最早係第二行同第四行已經出現㗎啦。咁目的好明顯㗎啦，就要加曬咧 s 加一 s 加二去到 s 加 n 減一咁多個連續嘅整數嘅 total sum。所以咧，我哋可以咁答啦，即係其實佢就係 sum of all， 即係 n 啊，講明係 n 個。咁啊，用翻題目嘅字眼喎 ，consecutive numbers。咁跟住 part two 啦，都係問啦 line 八，即係個 sum 呢個 variable 咧，係代表咩意思咧？咁好明顯啦，頭先都講咗啦，就係將 AI 嘅 array 邊所有嘅 number 咧加曬佢。所以咧，我哋可以咁答啦 ，sum of all 所有嘅 number 咧 ，in array A， all 即係喺呢個 case 係 n 減一，其實就係有一個 missing number 喺 array A 嗰度嘅。好，第三 part， 跟住題目就問啦 ，FC 三比 FC 一究竟有咩優勝嘅地方咧 ？Advantage of FC three over FC one。咁我哋比較 algorithm 咧，即係邊個好邊個唔好咧？其實個標準咧，不外乎呢三個啦 ：efficiency， 即係佢嘅 execution time 咧，效能夠唔夠高啦？會唔會好快或者好慢咧？咁樣佢用幾多 memory？ 會用多啲 array 啊，用多啲 storage 啊？消耗多啲 computer memory resources， 另外就係難唔難寫 programming efforts， 即係如果好難寫嘅咧，咁咧就冇理由會用啲好複雜嘅方法嘅，即係如果個問題好簡單，你就會用啲好複雜嘅方法。咁啊，我哋首先考慮睇個 efficiency 啦，譬如 FC 三即係依個嘅loop 嘅次數同 FC 一比較會唔會少啲咧？咁好明顯都會少好多嘅喎啦，因為之前 B part 咧都比較過 execution time。咁你睇依度啲 for loop 啦，嗱冇 nested 嘅喎，即係唔會一個包住一個喎，兩個係分開嘅 for loop。咁啊，之前嘅影片咧，我哋都提過咧 ，FC 一係會 loop 九十次嘅 ，FC 二咧係會 loop 二十八次嘅。咁嘅 FC 三咧，我哋真係可以計嘅喎，譬如 i from s 去到 s 加 n 減一，咁啊 s 係五啦 ，n 係十啊，咁同樣都係五去到十四，咁即係 loop 呢個嘅十次啦。第六行嘅 i loop 啊 ，i from zero to n 減二，即係十減二即係八，咁呢度 loop 九次，咁呢度只係會 loop 就咁加咧，就係十九次嘅啫。咁所以 FC 三一定係 more efficient 嘅，因為咧佢嘅 execution time 一定會少啲啦。咁我哋可以咁寫啦 ，FC 三咧 requires shorter execution time， 咁咧 because no nested loops are used。好，跟住第四 part 啦，題目就問，咁 FC 三同 FC 二比較。咁有咩嘅 advantage， 有咩優勢咧？嗱，咁依度咧，你話呢個 FC 三 loop 十九次啫 ，FC 二 loop 廿八次，咁啊少九次。咁但係呢個優勢咧，同 FC 一去比較咧，又唔係話咁明顯啊喎，係嘛？即係頭先啊九十比十九，而家廿八比十九，其實就唔係話少咗好多嘅啫。啊，所以咧呢個即係唔係話咁強啊嚇，即係 short execution time。如果我哋咧真係比較 FC 三同 FC 二。咁我哋可以咧用另一個角度去比較呢兩個 algorithm 咧，例如我哋可唔可以用佢哋用嘅 memory 去比較咧？嗱 ，FC 三咧，佢用嘅 memory 咧就都係用翻譬如嗰個嘅 array A 啦，用個 temp 啊、sum 嘅 variable 啦，咁咧就係咁多啦。
但係 FC 二咧，嗱，我哋睇翻之前嗰個 algorithm 咧，佢要用多個 B array 喎，咦？咪 double 咗個 memory 嘅 requirement 咯，係咪啊？即係本來一個 array 叫 A 啫嘛，你要開多個 B 喎，咁但係 FC 三咧係唔需要開一個 extra 嘅 array 嘅，咁所以咧三比二咧就另一個比較明顯嘅優勢啦，就係佢用少啲 memory 嘅，咁所以我去咁寫啦 ，no extra array B is required。Therefore, FC3 requires fewer memory resources. 咁呢個 advantage 咧，特別係如果 A 同 B 嘅呢個 array 好大嘅時候咧，你開咗個新 array 咧，真係 double 咗一個好多嘅 memory 嘅 requirement 㗎。